我要的东西就是一个 surprise， 好不好？天啊，我觉得蛮符合的。Oh no！ 这些都是我的钱。你现在把机车用去包膜，你也没有问我说我要什么颜色，贴这个这样有什么意义？各位，已经很久没有整我老婆了，对，就是今天，今天我骗她我要去公司工作，继续看下去，看到最后就知道我会干啥啦。OK， 走 ，Go。找你，你知道你我要干嘛吗？现在是要搞这台吗？我就是要搞这台车。虽然这台是我的名字，但是是我买给我老婆的。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，我要帮她贴膜，然后贴完之后回去让她 surprise。你有什么颜色的想法？因为我真的没有想法。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这个颜色咖啡色的，它有点难搭配。我是想要贴这两个两片而已啊。紫色啊。太 over 了吧？其实我不 care over 的事情，但是我 care 的是它配不起。太鲜艳的，我觉得配不太了。玫瑰金好了，消光。哎，那感觉配起来可以呢。然后啊，配这个咖啡色，有，你这样想，我有想法。那我们就这样子。哦，要死我！我嘲笑你这个色卡太多了吧？有时候这个选择那么多哦，很棒，但是对我来说就不棒了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比较接近。哎，可以耶。偏影啊。对。我觉得蛮符合。可以又配女生，然后有点腰背。好，我要的东西就是一个 surprise， 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，我要自己贴。我要自己贴。你教我啊？我教你哦。专业的师傅在教，学习很快的学生，好不好？我是很会学的，好不好？现在快12点。快12点，我跟你讲，整个完成的程度，我估计我自己抓2个小时而已。你不相信我？我讲完，他们后面都在笑。那我就先清洁吧。你知道自己贴，还我帮你清哦。前置作业你要教我。现在有两片，一片你做给我看，另外一片我自己来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对啊，哎，你怎么又把它吸回去了？要支撑点啊。哦，拿下来不好贴吗？不好贴，贴完拿人家合上去，在上面贴的。哦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拍吗？因为我怕我等一下会忘记啊。我等一下可以看影片，再自己回放看一下你在做什么啊。我要教你啊。那你自己讲，你觉得你多久？两块啊，1个小时啊。专业的要1个小时啊。不是我的想法，就是我就觉得我不用了啊，你怎么还要？拜托，我一直是学徒，不是当姐啊，我跟你姐啊，先把大面积的处理起来。简单吗？应该10分钟就好了。嗯，对。跑一下，哦，干单呐，没有，学会了。等下你就直接离开去做你自己的事情，我来让你来看我的完成品。就是上面是有点掉。半小时不到，可以耶。好了，我贴一边就好了。去吃饭，你看你要干什么就去干什么。去午睡也可以，我不要人家在那边看我。再会。OK， 现在老板先帮我完成一半，然后我刚才已经看完他所贴的方式，那现在就换我自己来搞。我觉得我可以啊。现在12:45，我估计1:30以前完成。OK， 开始。好嘞，我现在就是做清洁。清洁要拿下来。好，对，像是。会拿。会。我们可能不会装东西的，但是我们可能会拆东西。喷两下就好了，两下就好了。放开，放开，去，不要吵我。刚刚开始跌了。好，就这样。
润南啊。还好，还没到重点啊。太扯了，被我拆起来了。没固定了。对啊。丢边了啦，新专业的好不好？怎么样啊？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知道这边中间自己有泡泡了，是确实的，我自己有发现。你看一下我的修边，你看还行吧？漂亮对不对？可以啊。这如果有人拆回去，然后看到了不会闹鬼的哦。不会啊。我来筹备一下，你隔壁开一间店了。麻烦，你刚刚很用心的在用的情况下，二十分钟内解决，我没办法，因为有一些地方真的是你要再去拉扯它，才会有办法让它泡泡不见。这跟我计算的时间有点久，超过快一个小时。这个估计弄起来至少要好几个小时以上。我想想。下班了，不用拍我，拍你自己贴的东西。贴好了，我花了三个多小时贴了这个贴缝。镜头自己看啊。啊，就接缝而已，没怎样。因为搞到闹鬼，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就只能这样子了。不要近看。那我要赶回去南投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撤了。OK， 好吧。现在六点还没到半，赶回来，刚好我老婆等一下她要出门去载小孩，因为小孩今天补习嘛，那等一下再等她来念我吧。我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说我要整我老婆啊？好像都不太对，本来要整她，结果搞到我变学徒。我要整她就是贴膜的部分，然后把它改得比较糟糕还是什么之类的，结果发现我帮她选的那一张纸没有整到她，因为那个还蛮适合女生的，我感觉我今天整到我自己，反正到时候看她反应怎么样吧。就是等我老婆出门。我老婆打来了，我老婆打来了，跟他说什么？喂喂，你给我下来。怎样？叫理发师。哦，好。按时间。好。他是开心的还是生气的？看不懂。啊，我们先下去，我们先下去。请问我机车是怎么了？机车没有怎么了。你给我贴这样子，看吧。为什么不能看？这样很漂亮哎、欸。这个很丑吗？哪里很丑？你就贴得很棒。贴得这样歪七扭八。那歪七扭八很正。你问过我吗？我机车、欸、你现在把机车用去包膜，你也没有问我说我要什么颜色。机车是我的钱。然后再来是你贴左边、右边，然后还有这个前面啊？请问你哈、喔，我怎么？能看吗？你先听我解释嘛，这个不是贴不了，贴的会很丑。然后这个是因为绑那个皮革，它是整个塑料的，而且表面不光滑。你贴这个这样有什么意义？我觉得你就不需要贴啊。我今天其实就已经碰到一些鸟事了，然后我下来看到机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火了。怎么爆炸起来？我觉得我就是很用心的去贴个膜，而且这个不是人家贴的，是我自己贴的。在这个细节里，等一下，好，你不要纠结那个事情，来，你起来。你知道我贴后面的板子，我贴一个小时，但是这个内饰板，你知道我贴多久吗？三个多小时。我从下午两点贴到下午五点半。那你为什么要给啊？我只是想要衬托出这台车这样子的一个颜色，一个不同的风格。已经很久。没有整我老婆。我也评评你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今天去干啥事。你们真的觉得他这样漂亮的，请你们按赞加一。我现在也很火，我从早上十点多就出门，然后去贴这个膜，然后想说要给你惊喜。本来说要整你，结果整到最后，我觉得说不是在整你，是整林北自己。既然要整我的话，你应该是要，比如说你贴了膜。然后随便乱画，原来那边还是说，应该是要这样子。不要，没有那件事情。为什么没有洗机车？太晚了，没时间。跟你讲，等一下我先去洗，你看他车牌多脏。我理你哦，被你嫌了要洗车。
记得订阅我们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好啦，其实感谢他帮我用那个玫瑰金的颜色，这个其实我也是很早很早之前一直念说，那 GoGoLo 可不可以包膜？其实他算包的还行还行，但是我刚刚不能夸他，因为我夸他，他的屁股就会翘起来。记得订阅我们哦，让我们赶快破300,000，拜拜，下次见啦。他真的贴得很丑。旁边是及格的，这个有没有？你看这个，这个有没有？收边都完全没有收好，重点就是收边，你懂吗？收边，拜拜。我今天根本就是一日学徒的，我真的太累了。好了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就这样，想唱。